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啊，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第七届应师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的一盘棋，是由中国的范廷钰三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这个段位差的比较多啊。对啊，当然这个对于年轻棋手来说，其实段位已经不代表他们的水平了。现在的年轻棋手呢，这个练棋和以前的像我那个年代的棋手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练棋的途径是非常多，在网上的练习啊和平时这个训练可以相结合，那就对于棋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应试杯呢，可以说是这个围棋里边像奥运会似的这样的最赛大牌，事啊，比较传统的，可以说是产生于上个世纪这个1988年这个开始下预选，那么决赛是在89年，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办的这个第一项世界围棋锦标赛。听说好像是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专门为了聂卫平老师办的。对，因为那个时候88年的时候，聂卫平老师被我们中国棋院授予了棋圣的称号，而且他当时呢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续获得了11连胜，使中国的这个围棋能够在前三届当中，中日擂台赛前三届当中呢都能够战胜日本。那可以说当时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吧，非常的这个有名，而且把围棋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围棋到底是什么。是围棋可以说大大的在中国普及了很多。那么台湾的这个企业家英长琪老先生呢，他就出巨资来办这个应试杯比赛。那在80年代，这个冠军的奖金已经达到了40万美金。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奖金非常的丰厚，而且它是4年举办一次，所以就被我们这个圈内人士称为是叫"围棋的奥运会跟奥运会的这个周期是一样”。对，的。那应试杯呢，对，虽然说是我们中国人办的这个赛事，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应试杯当中的战绩呢，并不是很好。像第一届呢，聂老师他是非常遗憾地输给了曹勋璇。那可以说，聂老师的失利呢，又加速了这个围棋在韩国的发展，使韩国的围棋更加的崛起。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韩国就出现了这个四大天王啊。那个时候的四大天王呢，也确实不愧于他的这个称号。这四大天王先后呢，就获得了前四届这个应试杯的这个冠军，像曹勋璇啊，还有徐凤珠。刘昌赫还有李昌镐，前四届就是这4个人获得的。那到了第5届的时候，确实我们中国的这个昌镐呢，他也是我们当时这个中国的风云人物棋坛上的代表，他呢就是勇夺了第5届应试杯的冠军。那接下来第6届还是被韩国人这个崔哲翰获得了。那到了第7届，我们中国的这个年轻小棋手为什么说他年轻？他其实才98年出生的，98年，那现在才是十五十五岁但他杀进决赛的时候呢，应该是他是杀进决赛的时候，当时好像是14岁多一点。那么，因为决赛它的和预选的时候历时是比较长的，那范廷钰呢，他是等于是我们中国这个98后这个年轻棋手的这个代表了，他应该是最小的这一波，是不是？对，那他是上海人，非常年轻的棋手，那么他能够杀进决赛呢？也是，这个出乎大家的预料的，也是更是出乎韩国人的预料。对，他在国内其实获得过这个新人王的冠军，那获得冠军还是比较早。那这盘棋呀，是朴廷桓的这个黑棋。对，
应试规则，这个应试杯呢，他其实办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也是要英老先生是想推广他自己研发的这个应试规则对。啊，应试规则和我们中国使用的这个数字法，还有日韩的这种叫比目法，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要有专门的这个应试棋具啊，最后是用填满啊、呃、填这个叫这个填满计点法，就是把这个用专门的棋具，最后把这个棋子填在棋盘上来计算胜负。应试规则呢，它在80年代的时候就最早提出了黑棋贴八点。应该说，英老先生对于我们现代围棋的发展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那非个常时候，重要。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还是采用的黑棋贴2又4/3子，对，贴五目半的也就时相候。当于五目半。那个时候呢，日本和韩国也是用跟我们是一样的这种贴目的方法。但是由于应试杯的产生，它采用了这个应试规则之后呢，逐渐的我们就。中国呢，到了2002年的时候，就采用这个黑棋贴3又4/3子，也就是相当于七目半，等于跟应试规则它的这个贴目的这种是相等是，的了。对。那韩国它也相应的提高了它的贴目是，现在是贴六目半。对，因为好像，同等高手之间，这个黑白的胜负，哎，这个，据应老先生他们的研究团队是统计了，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呢，黑棋获胜的这个概率，如果是贴五目半的话，黑棋获胜的多，所以认为对于黑棋来说五目半太少了，所以他提高到八点，就是应试规则是黑贴八点胜，也就是这个黑棋最后要多这个4颗子。大贴目时代是由这个英老先生带来的对，可以说这个应试规则对于现代围棋是，有很大的作用。对，其实，原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贴目啊，就是改变围棋的这个棋风招法对，啊，二连星。范廷钰是白棋。对，然后黑棋就是中国流对，啊，黑棋采用了我们这个中国棋手比较擅长的中国流。对，看看我们中国棋手如何应对啊，这个棋啊，那看来这个范廷钰棋风还是比较稳健的，对，非常厚重的。非常厚重。这两个人大概是要打太极拳哈。对，双方都是各行其道，谁也不。先把拳头伸出去，先收回拳头，准备出拳。对，然后哎，标准的教科书式的分头啊。对于这个两个 B 的方向呢，还是稍有区别。对于下方这个发展潜力来说呢，还是下边这个潜力更大一些。较之于上方，所以白棋选择了从这个方向来逼住黑棋。对，就是自己这边厚一些啊，对黑棋的影响也大一些。拆二对，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拆三的话呢，白棋还是会打入进去，这样就形成乱战了，那由于是第一盘棋啊，这个五番胜负的第一盘棋，所以黑棋下的还是比较稳健啊，在这里拆二。那白棋当然有个好点啊，就是对，尖住。小尖。这个棋还是薄吧，黑棋是吧？还需要补一手实战当中也是跳起来再补一手。这个宁可落一个后手，也不愿意被人家欺凌白棋来挂。现在挂外面还都是挺流行的就是进来，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流进来肯定是要遭到人家的攻击对，这个也是白棋想要扩张下边自己吧，这样的下法。如果黑棋守住的话，那白棋再
拆回来，拆回来，嗯，所以他觉得形状也比较不错，对，嗯，那黑棋下的比较积极，啊，对，飞在这儿，对，飞，啊，同时尖冲，压迫，主要是压迫这个白棋啊，长，啊，翻，拐。这个他先在下面拖了一下，啊，对，先拖一下，啊，试一下这个黑棋的应手。啊，那这怎么看着也是这个。对，黑棋现在应该也是硬在脚里面，不然的话被白棋在脚里面搬，啊，太大了，嗯，失控太大了。嗯，那这个拖还比较机敏，啊，对，他如果说这个黑棋去吃掉那外边这个断点，白棋就可以，随便断掉黑棋了，所以黑棋还是搬在里边，嗯，忍耐，然后再来搬，黑棋退，嗯，啊，白棋继续贴，黑棋再退，然后这个棋白棋就选择飞，嗯，最普通的这个扩张，扩张自己下边，然后瞄着这个起消黑棋的好点。嗯，那这一飞呢，下一步跳起来是不是太完整？对，这，嗯，这一带黑白棋的这个控是很立体，对，嗯，看起来规模很大。嗯，那实战黑棋就选择打入。嗯嗯，打入白棋，白棋也是单跳起。对，白棋这个时候如果说去注重于上方的这个围控的话，可以选择压，嗯，然后这个冲，在这里再打，嗯，再拐回来，嗯，这也是一种选择吧。对，这个感觉是黑棋得实控这一带呢得的很多，嗯，而且这个三颗子可以说完全的变厚了，变厚。嗯，我想范廷钰他是比较注重实控的这个选手，嗯嗯，他比较对于实控非常的敏感，所以他不太喜欢这样的变化。嗯，现在的年轻棋手好像两大呀哈，一个是失控，一个是战斗，所以他选择了比较简单的跳起来。嗯，那黑棋也比较稳妥，拖过，拖过，嗯，诶，没有，没有，啊，他到这里边把这个拉回来。啊，把这个二线，这个布局还没有结束，就把他这个拉回来。嗯，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出范廷钰他是非常注重实控的这个选手。嗯，这个退从本身的实地上来讲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被黑棋吃到，黑棋这个里边的控都不仅是得不仅是得到了这个实控，嗯，而且里边这个地方厚了很多。嗯，这个没有什么清消了。对，白棋这个退了之后呢，应该说在这一带这个黑棋的棋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弱点的，嗯，所以看起来这步棋还是十小四小十大的一步棋。对，嗯，那这个棋就黑棋就跳出来，那这棋跳出来这两个就送人家了。黑棋如果白棋这个跳，那么黑棋就继续跳起来，那他这个上方的控就等于说黑棋被自，嗯，被黑棋自然就破掉了。嗯，所以范廷钰他的下法也比较有意思啊，在这里就小飞一个，嗯，他也没有选择在这里阵头，嗯，阵头被黑棋小尖这个脚里边薄，嗯，给他选择在这儿，对，就觉得我把这个围到了已经不错了，嗯，已经不错了。更何况这也死而不僵哈，还有个种种的余味在里边。对，黑棋它是一手棋，吃不干净，啊，那黑棋选择这个
顶住，扩张上方扩自展己的上空，方。这个棋好像白棋也走不太动啊，这个局部。对，局部它也没有什么硬头，因为这个地方你长它对。也没有实际的这个，你长了之后，人家如果说再围一手，你再进来就更难一些，所以不要在打入的时候不要让对方都围住了你再去打入，那危险性太大了。就这个时候白棋肯定要在上方动手了，对，另外业余棋者也要注意，这个棋不要就是说人家走在哪儿，你就马上硬在哪儿哈。对，能脱先的地方当然是尽量的要脱先，占据这个先手权。是那的。这个白棋打入上方这个悬点也比较有趣哈，比较有趣。这一般不都是这一类对，二五路清分多一的吗？些，那黑棋就对，逼住。闭住啊。但是这个地方也比较高啊，也挺轻灵的啊，不太容易被吃到。靠了以后啊，这个棋黑棋就选择了单长，也不搬哈。搬有一些被白棋腾挪的这个下法，那就被白人棋家可能要断，断掉了。要。那局部如果说借用少的话，单退一个，因为感觉这一带黑棋还是有点薄，是，黑棋这里的有这这个里，空里边有一些薄，但是你要在这儿退让太多，这个时候以后它会断，它会断就把这个把这角角上给吃吃掉，了，所以这个棋黑棋也比较难下，对，围棋还是比较难的哈。对，希望捞取下方的实控，把这个让白棋完全的浮起来，往外边逃，这样把战线拉长。这棋白棋搬很出乎黑棋的意料吧？对，搬看起来就是非常强啊，非常强硬，在周围全部都是黑子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竟敢来搬不容易让风人险想挺到，大的感觉。这棋一般就这一类的算了吧，是吧？一般分寸好，一般。但是白棋这个搬呢，应该是看到了这一带呀，是黑棋的棋形存在的这个弱弱点，点啊，存在弱点。那黑这棋没黑棋话也说啊，对，黑这棋个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这白棋断掉，对，总不能从这儿走吧？对，先搬一下。再搬，那这都年轻人的棋啊，下得比较冲啊，比较硬朗的棋。就是黑棋的气也比较紧黑棋棋比较。这些白黑棋希望棋，通过借用来进行腾挪，对，没有敢断啊，冷静的从下边搬过，断的话我可能是不是要至少有底薪之对类这就些活掉了对搬这个底下借用比较多长。对，长进来，黑棋断掉，把上方补进了。把上方补进。外边吃了，那看这个白棋怎么来活了，在里边对，白棋这一带腾挪的也是比较漂亮的。这个时候白棋是飞在这啊。我还以为是这儿。个。它这个飞是瞄这个吃对，黑还要棋，吃，而且这个地方这有几棋，段黑棋。这黑棋难办。对，这个让黑棋头疼的一步棋。我想这也是这个小贩在这个搬的时候，应该就是瞄着的手对段了。想好了哈，不然那不敢搬，应该是。这黑棋走什么？这必须得救出来呀，对，就只能走这他如果走这个的话呢，白棋可能就直接就几段了。个。这棋他没有，他还要便宜你，黑棋还要没有，它没有先，长。这个时候黑棋没有长，黑棋是压的。黑棋压的，对。对，这个也要贴着你的气走啊，
如果长的话，就白起就挤断了，所以它压一个这个地方瞄着搬下来，时空还是挺大的，对，所以它尖了一下。尖是好记哈，尖它还是要扳住这个还是要搬住。黑棋，对。黑棋，啊，那这个你如果是这样去连，那么我这个是先手，你先这手。个扳已经不成立了，我还是有挤，所以它也只好硬着头皮吼一个，我强调这个上面的扳。对，白棋靠，那依旧是便宜，对，还要来便宜你，对，我要这个先手，那黑棋也只好再拐过来。这 吃的还是挺痛苦的啊，对，吃黑的棋三吃得非常痛苦，个，然后这个棋下来，这个棋白棋来挤，这一挤就活掉对，已经吃不住这个白棋了，了，黑棋已经吃不住了。对，黑棋再吃，这个时候强调先扳。吃三个，又吃两个，对，那小范这个地方下得也非常清楚，他就下了采用这个弃子了，对，弃掉，扳长。你吃哪个我就给哪但是这个弃呢，它的借用很个，多，角里边的这个就是白棋的味道就变得比较好。是黑棋是硬着头皮吃啊。接住。对，接住以后啊，白棋从下面度过，对，这个时控比较大，再而度且过他去，紧着这个黑棋的气呀，这一带我还是要出头，黑棋就吃掉了吧。黑棋就先接好，上，先接上。交换。然后把这个扳住啊，这个好像是中央的头很大对，不然的话，白棋这个先手，然后就被白棋扳，这个夹着先手，这个被白棋扳住，黑棋也受不了，所以他出头没有办法。那这个一带应该说，白棋在时控上捞了很多。对，黑棋虽然吃到了一些白子，但是都是干目。干木，而且本来是你的地盘哈，对。然后现在白棋是正到先手抢占上方的这个非常瞩目的大场。那黑棋把这个吃回来，他觉得大哈，对，比较注重这个实地。然后就白棋刺，这个要进攻了，这是对，次先这个是先手吧，对，先手，但这个下法好坏很难讲啊。他期待着这个黑对，棋接，这个接当然是白棋满意然后呢，可能搬在这个地方，的，就断掉了。他加就把这那个这子吃吃掉，的挺舒服的，这是吃白掉棋了期待最的后，下法吧。对。那实战当中，这个黑棋啊，先到角上，对，先拖了一个，白棋搬，对，再加，这两手你要是走这个，就已经断不了了，就等于这个白走了吧，是吧？对，等于你如果挡住的话，我打赤先手，然后，我可以补在下边，甚至说我可以先在外边威胁白棋。对，白棋就先把这个扣吃，黑棋也得接上哈，然后再补回来，这样黑棋就是达到了先手补这个冲断的目的，但是呢，脚步黑棋目数损了。但是这个也是不是也损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没有这两步，也没有后边吧？这个。对呀、有付出啊。对，黑棋可以先来进攻击攻，这三个。对，白棋先搬，
白棋搬搬这这个，个，对，搬这个，然后黑棋地下，白白棋棋吃掉，是，嗯，黑棋刺一个。对，这个局部看起来白棋是很难逃出来的，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小范下的也非常的冷静啊，他选择了弃子的下法。对，先加一个，对，本身这个很大，如果被黑棋下力的话，嗯，嗯，目数很大，目数非常大。嗯。这样呢，再嗯，点点在了这儿。二路啊，这个也挺奇思妙想的啊。这个是让黑棋非常头疼的一步棋。如嗯，果说黑棋强行拦住，嗯，那白棋这个时候可以先冲一下。冲对。啊！你要是搬我的话，我然后白棋就这个时连候回再爬来。回来。对，现在呢，外围啊，这有断点，对。然后白棋还有这个活，提是很容易活的。嗯，如果你去恰眼的话，这个地方还有出头。嗯，这个挡不住，嗯，这个压这个出头，因为白棋的气本身也长了。嗯，那黑棋也是挺危险，对，黑棋应该是没有把握吃住白棋的。嗯。所以实战呢，黑棋是选择了稳健的吃白棋，白棋冲。对，对，断在这。这个断也是，局部的好手。他不是从下面拐过是断应该是想要争先手。吧？嗯，我从这边打吃黑棋，这里边的味道不好，所以黑棋也要补一手。嗯，嗯。这样呢，等于白棋现在已经先手联络了。对，抢到了一个宝贵先手，对，然然后后把白这个棋棋，长了。对，长出来。长了，然后黑棋，对。黑棋不甘心让白棋在这下边围得太完整了，嗯。这个是一种要跟白棋战斗的这样的架势。嗯。所以这个黑棋走了以后，白棋没有心情在下面硬啊，他就直接在上面拐头了，拐头还是挺大的啊。对，这个拐头的同时，他也威胁的这个黑棋。对，他另外他这边厚了以后，将来还有跑出来之类的，是不对，这一带有味道。是？嗯，黑棋接，黑棋跳。黑棋先点了一个。对，先刺一下，白棋挤，黑棋粘上，白棋的下法还是比较稳健，对，然后跳出来。没，他这里面先交换了一个，然后这是先手，先手，对，这要断黑棋，黑棋得接上。对，黑棋就把这个子把割这下个来了，吃然掉，后再跳出来嘛。对，然后跳出来，跳出来，那黑棋也就下去贴下。黑棋还是破控，而且补自己的补，这个冲断吧。对，把自己的毛病也补补。然后轮到白棋，白棋这个又是比较奇葩的啊！这个范廷钰这盘棋下了好多不太常见的这步棋是应该是试探这个黑棋的应手。啊，是可以硬手。对，如果说黑棋尖三三的话，嗯。因为这一带呀有黑子了，白棋在上边如果直接点三三还是有所顾忌的，因为这边嗯，黑棋比较厚，那他点一个是看黑棋怎么应。如果黑棋尖三三，我想他就从这个方向反逼过来。这样我已经有尖扳过的手段了。就算你顶一个的话，我可能我立下那个嗯，子，这两个子交换还是便宜了，嗯，目数上来说。对。他是看黑棋怎么应吧。但是黑棋这个时候
很烦恼，觉得。不太好硬，因为如果说煎在这儿的话，那我被顶一下，然后在脚里边扳，它确实也没有信心把白棋全部吃那掉。这个吃不掉。嗯，你走这个呢，我一长，这脚里边一飞也要活，那这边依然还有这种 B 的这个先手借用。走不好的地方，索性就不走了。对，那黑棋也就按照这个刚才啊金鹏说的这个哈，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了，他就选择了脱先，是在这里边掉了一手啊。对，嗯，既掉是不是也瞄着对，这边有断，瞄着白棋的弱点。那白棋也是艺高人胆大啊，就是不理你了，直接把这个大肥角要掏掉。这角还是非常大的。对这个小飞脚被掏掉，目数上来说，黑棋也是损失了很多。那这个黑棋将来从哪儿能找回来？这个还不太好说对，黑棋总是期待着，你活棋，我在这一带子力增多之后，我把这个断掉。那这棋走的是有强杀的意思吗？也是。嗯，希望这一带走后吧，就是哦，还是下边有断，但是。白棋就冲出来了，冲出来。黑棋尖三三，对。嗯，这个嗯，这也是笔顶，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手比棋，较有意思。嗯，他是不愿这么搬，也是黑棋硬手。他是如果这么搬。是怕人家黑棋走这个，顶住，挡住，对，这棋形上不太好，是吧？对，撞气，撞气，嗯，所以他先顶一个，顶一个，他是不是担心搬走这个的时候，顶的时候人家直接直接断他，断，这个也说不准，难说哈。嗯。那这个还时候是真靠是也是手筋吧，手看起筋，来比这个有点太有点直接俗了啊。哈。对，黑棋黑棋还也是。没什么好的应法。如果说直接扳他顶先手，然后靠一个，顶一对，个这是个绝这，对先手对，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像刚才那个直接断了。嗯，啊。他害怕这个白棋出头，因为黑棋是想在这一带。增强子力之后断掉白棋的，那要，而白棋一旦出头之后，那黑棋这上方反而不活了。而且出头将来这个棋连到一块儿，这个也失去目标了。嗯，主要还是自身黑棋没活。对，还挺弱的啊。对，你扳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黑棋断掉狠的也有可能哈。了？嗯，对，那你要只有长的话，我压过来这个。那，原当初的打算是自己在上方增强子力，反而被白棋在上方封在里边了。那黑棋肯定不肯。活了也是不肯那黑棋就直接来打。白棋也就索性顶住，把对，角吃住太大把角吃住，把边破掉啊，了。嗯。是很有收获。黑棋提，嗯，黑棋唱。这个这是什么情嗯，这个不让白棋就地做活。况？是这个意思。然白棋后接黑手，棋可以连回来，小尖一个连回来连回了。嗯，白棋靠。来，白棋不断，哦，白棋虎一个，虎一个，瞄着上边的靠，然因为黑棋还得后补棋，这里边还有问题还有靠，对。所以黑棋拔掉，那这个又被人家压过来对，了，这头还是被白棋争到了。而且黑棋还只能长，嗯。还不敢搬。对，
班被断的。对。这样，白棋在上方的作战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嗯，这个把白棋把黑棋都穿开了啊。不仅破了黑棋的空呢，同时还接应了这个中央啊。嗯。哎，这个是最后的拼搏是吧？嗯，对，要强行分段。这个要搅乱局势嘛，这一带还是依然瞄着这个断点，所以黑棋还是白棋还是要补断吧。白棋白是在下棋边补了一手，没有，先顶一下啊，这个要要求求联联络络，啊，自己也联络上没有问题的，上对，边的，对。黑棋长了吗？啊，长了，啊，依然嗯，强调这个分段，对，那白棋补一个。对，白棋补一个，安全联络，黑棋打，这先手便宜，然后再来靠，啊。黑棋是在试图的搅乱这个局势啊，对，期待消着耗了攻以击后，吧。对，白棋单长啊，借用比较少，对，尽量的给黑棋最小的借用。对，省得自己大龙出问题。然后，从这一系列招法看，白棋还是局势比较领先了。没有，这步棋是在补活。这是补活这个里都非对，常稳不健补哈。活的这个棋，如果被黑棋点到的话，白棋的眼型还是有问题。那么这对，个跳之后，可以说自己这个棋形上做活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角上我们还有看个班，有一只眼，然后呢，这个地方一般这一带还有眼，那下边因为这一带有先手啊，白棋这个都是先手，所以。下边应该还有这个做眼的可能，这个补强应该说整个这块棋，如果黑棋想要吃白棋，不太可能了。那但是黑棋这个班还是很大的啊，对，也是在威胁白棋，对，让白棋把这个自身的眼位摆摆清楚。对，你得给我做活看看，黑棋挡住，然后尖先手，他先尖的这个，先尖这个，先尖这个。这个是瞄着这个底下搬过呢。对，瞄着扳过。如果你不走，我搬断，这里对，边有扳过。对，黑棋需要补一手。黑棋这个补有没有可能补在这管儿？呢？在这儿。他是不是怕将来这还有这一类的，又出来？他补干净一点，因为补了这手，毕竟这里边都是木的。对，就是说这一带可能，这一带可能会外边会好一些。外面好一些。对，这有冲断，这有冲断，然后这里有断，可能还是怕这边有断，对。怕上边的断点，所以补在这儿了。但是补在这儿呢，白棋其实也看清楚了，这个是先手。想这里面先利用一下。白棋是先尖，这是白棋的权利。对，先先飞一点，个啊，这个你得补活。对，不然的话被一尖，这样就不活了黑棋。对，然后长依然是先手，对，对，他这个棋，这个先飞在下边是好棋，是如果尖呢，这一虎你再立就是后手了，后手，所以这个是好棋。那这时候黑棋如果走在这儿的话，那这个戟还是先手。对，这个先飞在下边威胁是好次序，使这个长也变成先手对他，就这个。了。立在这儿，走火。然后这个时候，对，白棋再搬，这个补活的时候还把这个大官子捞掉，这这个顺手的便宜，心情非常爽。然后再一加，这样呢，我们看这块白棋已经确保自身活棋了。眼位没有问题了，这里一只，这里有一只，
那黑棋立下，组度，组动，白棋，白棋先，对，先在角里边对，偏一下，嗯，然后把这只眼坐牢。活了。对，白棋活了之后，整体感觉这个全盘的目数上，黑棋已经不够了，已经不太够了。对，这个地方还有余位，下边白棋还有围控，这是他的，权利，对，先手，嗯，白棋在接住。对，接住，然后黑棋踢掉。这个很大，逆收，你收，逆收接8目棋吧，大概。如果说白棋接上的话，黑棋还要再提掉。对，还要补一手。那黑棋这个提掉之后呢，这个提基本上是黑棋的权利。大概逆收8目吧。对，而且提掉了以后，这个棋白棋还不敢挡，还要对，只退能回。侯，里边还要再补。对，对，非常大，冲。然后白棋到这里边，飞一个。对，白棋这步飞呢，也让黑棋在这一带成控的这个设想完全的被打破了。他这个棋，黑棋冲不断。如果冲的话，白棋可以跳在这儿。非常这轻一盈。带也对，这一带有借用，白棋的对。先手很多，所以这一带黑棋看起来没有办法再围控了。对，他那还使不上劲儿。对，如果说这一带黑棋围不了多少控的话，那在实控的追赶上，黑棋已经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跟白棋来抗衡了。黑棋边守边刺一下。黑棋刺，白棋搬，对这个刺也是想要最后搏一下胜负，看看白棋有没有胆量，这个在中央做活，因为这个地方明显的我们看到有个断点，对，这个棋如果断点的被断掉的话，整个就有中央的白棋就要去找掩活，那小范还是下的比较强硬哈，就把这个子不给哈，可能对，大概是补的话，被黑棋冲掉，局面还是很细的。还是很细，那这个时候也得要比拼算路啊。白棋还是觉得在中央做活没有问题，他就大胆的选择了这个搬在这儿。那搬了之后，如果黑棋吃不掉中央的白棋的话，那实控上，想要追赶已经是不可能了。那就更拉大距离了。对，黑棋也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长。然后这个时候虎先生是对，虎了一个是吧？虎先生，虎，黑棋先长。白棋粘上，然后黑棋再切断，连回自己。那这个对，时候已经逼着黑棋不得不去断白棋了，是，那这个又被吃了，然后这就，中间的黑棋的这个后卫全部都被破掉了。如果对，再这样去委屈的去围这几目的话，目数是肯定不够了。所以，索性黑棋也就断了上去来一争胜负啊。了，对，也许是寻一个头场啊。那这个时候看白棋怎么样来做活吧。那你冲，打，然后断掉，断，这个时候呢，这里一夹，黑棋这颗子就被吃掉了，所以
黑旗的联络方法，我们看也是在破坏白旗的眼形的这种联络。对，让白旗刺。对，这一手出来，这黑棋也不好办。对，刺在这儿，看起来黑棋要想吃掉白棋太难了。这个地方有断，这个地方有连，而黑棋自身似乎已经难保了。对，这个棋你要是被人家断开了，这上面没活呀。对，主要是气也紧，黑棋的气太紧了。如果说黑棋气长有杀气的可能，但是看起来黑棋这个气也不是很长。对。而且人这里边吃掉两个子，他接住了是吧？对，他先接。这个不能提在这儿，被断掉就已经马上结束了。对，白棋接，但接也很、黑棋也很难逃出来了。这黑棋扑了一个，现在做劫呢。嗯，白棋提，然后黑棋一冲。自己自身的劫财，那白棋这个时候下的非常冷静，对，就冷静，顶在这儿。然后黑棋提，对，白棋就接上了。对，下到这里的话，这个棋，白棋就，黑棋就认输了是吧？对，黑棋就认输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呢，就是这样的。黑棋接。要断掉白棋，白棋拐，黑棋继续冲，白棋这个时候可以退，黑棋挤一个，白棋继续连，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去连这四个的话，那么白棋把这个棋一粘的话，这个杀气黑棋肯定是不够的，白棋这个气太长了。对，黑棋气本身自身太紧了。那么黑棋大概就是拐一个，拐在这儿。那这个子没有，那这个时候白棋把这四个吃掉。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是这种局面，但是呢这样下虽然中府黑棋有所得，但是这一带呢黑棋还要后手去吃白棋，我们看这里有一挤，还要后手去吃呢，白棋再把下方的控一围，黑棋在实控上也是远远不够。哦，这个地方没有它可以这两个弃掉了。那它可以在吃之前先挤一下。对，先便宜你，先试探一下黑棋的鹰手，这样黑棋的痛苦。你去断的话，我已经连回来了。对，我已经先手连了，我就可以把这个吃掉了。对，那他如果说再去吃，我就可以把这个接回来了。对，这个在实控上，黑棋、那差太多了。这个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棋。下到这个黑白棋粘住的话，黑棋就认输了，已经没有任何转机了。那在五番棋的第一盘棋呢，范廷钰是中盘战胜了朴廷桓，可以说在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关键一战上，获得了先机。对，这个应试规则它也有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可以用的点来买时间。对，在如果说三个半小时的基本时间用完之后呢，它不是读秒。对，像其他的比赛，世界比赛它都是读秒的。但是呢，这个应试杯它是可以比较讲究这个经济化的这样的。对，这个可以用你自己的点来买时间，就是说两点可以验时35分钟。但是好像也有次数限制哈。对，最多是不可以验，最长是可以验时到1小时45分钟。那可以说对于棋手来说，这种方法虽然是可以验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你的目数必须要领先很多才可能用上这个规则。那这盘棋呢最后应该说朴廷桓也是被罚点了。那这盘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